除了想你，还有其他理由吗？那生十个孩子吧。我只爱你，不爱孩子。你今天这身穿搭是 Y2K 风格，好看吗？那我得仔细看看。你既然跟我出来，肯定是不反感我，对吧？怎么了？那我要不主动一点，岂不是啥菜都凉了？又亲啊！送给你。我跟他像情侣吗？为什么非要是情侣呢？不是情侣就不能在一起了吗？你很懂。在包里装的都啥？都是拍照的衣服呀。能不能都穿面给我看看？老婆。觉得你这衣服真好看。我觉得衣服再好看，看不出你人好看。天哪，这又是什么花呀？亲我一下。没想。